师尊你好，你刚才回向的时候有说过把所有的苦转化为乐，我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个转换，比如说是病苦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有刚才有提到说怎么样把不好的念头化为空。谢谢师尊。哦，你是讲说你本身有病苦吗？有。我告诉你啊、哦。你有病苦的话，你做什么样子的观想呢？你要观想你的那个病苦完全消除掉，你变成一个很健康的人。你以前，你现在几岁？37。37很年轻嘛。那你最强壮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大概应该是17、18岁的时候。17、18岁最强壮。好了，那你就观想你17、18岁那个形象，每一次你在做观想的时候，观想你17、18岁的那一种形象出来。然后祈求你的本尊加持你变成17、18岁这样子的，那个病苦啊，自然渐渐的给你化掉，那个叫做自己治疗自己的方法。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上啊，都有存在的能力，他可以治疗自己身体的病。所谓疗法，并不需要医生，也需要别人给你帮忙。但是你自己也可以帮忙自己，这个叫做自己治疗自己的方法。好，谢谢。你经常观想你最健康的那一种形体出来，然后完全没有病，常常做这样的观想，祈求本尊给你加持，会产生这种力量，使你身体的病痛化苦为乐。好，谢谢师尊。